哎妈呀，这跟谁俩呢？这波防守啊，大号球啥也打不着了。看看九号球呢？哎呦，九号这家这假子给防上了，这球，这球假子防我，我得往假子上干，以毒攻毒啊，老铁啊，这球不行，这么的呗，往这儿打，看看能不能把九号勾进去，看看能不能勾进去，老铁。哎呦我操，这球也太牛逼了，这条线路可以啊。那现在我看看啊，打哪颗啊？打十不行。哎，打十二往底带打，借一下四号球进，这样的话示意也出来了，是不是老铁？这球往底带揍啊，必须得借一下子啊！妈呀，这啥台这么准吗？这台球子没借着啊？没事，老铁，没借着我 K 球，咱们这角度打十五号球，带点地杆 K 一下子呗，行不行，老铁？看看 K 完之后的效果啊，看看这效果，你看牛不牛掰就完事儿了，老铁，这台球子。然后十一号球啊，一个高杆吸附，看看老铁，这台球子全是杆法啊！吸完之后，我看看十四中带真能浪，老铁啊，轻推就能走这儿来，非得浪整这么难吗？没事，老铁，我准啊，准你怕啥的，对不对？看看推进以后十号球中带能不能出来个位，妥，没问题。十号球老铁啊，高杆小力啊，稳稳地。这台球你说什么线路呢？给人假的走位吗？这台球中低杆左塞两颗星，必须得上两颗星啊，一颗星不像高手啊。黑八再来个高杆呗，大吸库能不能吸住？感谢老铁支持，双击关注，谢谢。我就问你老铁，这个假的你学废了吗？安排啊，谢谢支持。